吉安山公所星期六上午在浩客艺术村举办了酒菜婚礼，邀请到50对结婚50年以上的夫妻来走红毯，同时也集结了家政班员的厨艺，展开了酒菜料理市集。舞台上还有各国中小乐团的精彩演出，无分男女老幼，齐聚一堂，共度欢乐美好的假日时光。吉安乡长游淑珍有无限创意，星期六上午在浩客艺术村首次举办酒菜婚礼及创意料理市集，有温馨的金婚夫妻盛装走红毯，有美味丰盛的创意酒菜料理，还有学生乐团的精彩表演，让大人小孩都玩得很开心。缤纷吉安好热闹，今天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农产品的特色美食哦，看到一大早乡亲就来排队，就来参与，甚至就来开买，这样的一个幸福快乐就在吉安。今天有50年婚龄以上的长者来这里走红地毯，更有全国赛绩优的孩子来这里表演，更有着许多许多我们智障的这个美食专家来这里销售，更有着许多蕴藏的非常多道地的神秘特色的好料理都在这里。缤纷吉安让大家幸福快乐，让我们的农业行销可以得到很好的获益的一个推展，也让我们美食最棒的家政班能够一展他们的厨艺，更在吉野餐里面看到了美味，看到了多元的特色。吉安好好玩，吉安好幸福，欢迎大家一起来。50对结婚50年以上的夫妻特别做了精心造型打扮，老夫老妻手牵手上台走秀，非常恩爱。周边市集也是满满的排队人潮，大家要抢着品尝家政班员的创意料理。舞台上是各国中小乐团同学的精彩表演，乡公所也大方赠送消费券，让大家可以兑换现场的美食。一个上午的活动，精彩热闹，好吃又好玩，无分男女老幼，都一起共度了美好的假日时光。谢吕慧，吉安乡报道。